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阴险动作，请勿模仿。我的天！我去看拆迁队去了。行。你别把我小鹏，我刚想说你别把我小鹏都弄塌。啊！我家的大门就这么结束了他兢兢业业的一生了，这也太快了。收走啊！快点啊！慢点，别扎脚。我们今天先来点狠货。先把莴笋切下去，切一下，切一下。先把爱吃的东西啊，今天这个水煮肉片没有白菜和木耳，因为我们没有白菜和木耳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看大家喜好，喜欢吃点啥放点啥。我们今天就来点土豆粉、莴笋，然后今天都给它混在一起啊。我们先把这个肉腌一下啊，加点盐，然后加点淀粉，再少来一点点水。我们起锅烧点水啊，水里加点油，再来点盐，水开以后把喜欢的菜下去。烧熟以后啊，给它放一边控水，这个水还挺老多的。滚！控完水的啊，给它放里头，库嚓。没肉片啊，肉片啊，下锅里，滑一下。给肉滑熟啊，把这个火锅料给下去了。哎，葱姜直接添水啊，盐、鸡精、蚝油、酱油、糖搞定了。开锅以后啊，肉片下去。咱们煮开锅以后，有的可以勾点芡，但是这里头我们就不勾了，直接给它倒进去，撒点葱花。我们再起锅烧油啊，油热的时候直接撒辣椒和麻椒。怎么样？今天不糊弄了吧？今天这个哈，真的是色香味俱全的。
这个菜菜底儿，你就喜欢吃点啥就放点啥。像番茄酱呢，一般就只点那个木耳、豆芽子、白菜啥的。有一个什么粉儿？鸡胸子什么？啊。哎呀，我们做着玩不放番茄味儿。这番茄酱可以。就喜欢吃的菜去。对，我才喜欢吃木耳。